Fair enough. 青春假期何处去？其实在台东现在可以到艺文中心欣赏电影，票价最优惠，更是空间最大。在今年1月20号开始，一直到2月24号，有多部的强档影片，包括有少年拍、十二生肖、变身、哈比人、神隐任务，能够让你一次看个过瘾。从1月20号到2月24号新春期间，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到全国最大的电影院台东艺文中心，欣赏全国最便宜的票价、最精彩的电影。那我们电影很多，从少年拍、神隐任务、十二生肖到哈比人，还有非常多的电影会后续公告。那我们每个礼拜的礼拜五会在文化处的网站上公告，那也有电影的专线可以拨打。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电影，票价很便宜，少年拍180元，其他150元，已经有不少民众准备好全部把它一次看齐，不用到外县市。今年的春节相信可以让大家轻松快乐过好年。东台宣布发林中和如李婉珍的采访报道。